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华为下一代旗舰产品华为 P40 系列的最近一些消息。目前离新品发布还有一段时间，但据说这代旗舰产品变化巨大，更多人在关注它其能带来什么，以及有哪些新颖的亮点。具体我们就来看一下最近关于 P40 系列的一些爆料和泄露。几个月后，华为新旗舰 P40 系列即将抵达，除了带来全新外观更改外，并且它还会首次迎来后置五摄。现在更多的泄露图像集中来自手机外壳、玻璃面板以及第三方网络图像渲染。其中以最近的准确泄露来看，新的华为 P40 Pro 会采用四曲面屏幕设计，并非瀑布屏。与往常双曲面屏相比，四曲面的最大特点是上下左右四边都具有曲面。除了正面的四曲面屏幕外，还有四边等宽的边框设计，而且 P40 Pro 相比还在金属中框的边角弧度上有覆盖突出设计，这种优势能体现出在跌落时对屏幕边角的保护。同时也有泄露的图像显示了该设计的最终模型。另外 P40 Pro 它在屏幕上还配备了双挖孔摄像头，支持120赫兹屏幕刷新率，拥有屏下指纹解锁，整体上看屏幕比例非常协调。手机背面采用有渐变设计，其中后置五摄被布置在一个矩形模块内，它的五颗摄像头像素成像非常不错，方形的镜头应该是一颗潜望式远摄镜头，据说支持10倍变焦。另外，在华为 P40 系列里，预估新品会推出有三款产品，将包括 P40、P40 Pro 和 P40 Lite。屏幕其采用为三星或者是 LG 的 AMOLED 屏幕面板，屏幕尺寸极有可能为 6.2、6.5 和 6.3 英寸，屏幕比例都为19:9。根据泄露，目前 P40、P40 Pro 屏幕采用有的挖孔屏设计方案不同。P40 为单挖孔镜头， P40 Pro 为双挖孔镜头，这两款产品的开孔都在屏幕左上角。而 P40 类头泄露的屏幕面板没有出现挖孔屏，但顶部右侧有凹回的缺口，现在并不知道它是如何解决前置镜头的，但它一定是一块平面屏幕。 P40 则显示是一块双曲面屏幕， P40 Pro 则为四曲面屏幕。前置镜头上，华为 P40 系列都提供有一颗3200万像素的镜头，并且像素也会进一步改善，支持人像和夜景模式，同时还支持有 4K 60帧的视频录制。另外，华为 P40、P40 Pro 发布将会搭载有麒麟990 5G 处理器，它是业界先进的7纳米技术加 EUV 光刻工艺制造，并是 5G 调制解调器首次集成到芯片中的处理器。它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拥有超过103亿晶体管的移动终端芯片。同时 P40、P40 Pro 还将支持 NSA 和 NSA 双模 5G， 这将是 P 系列中的首款 5G 手机。而华为 P40 Lite 相对性能就会差很多，发布则会搭载麒麟810终端芯片，其应介于去年 P30 Lite 发布时所搭载了麒麟710芯片，今年仍然会搭载采用终端芯片。现在华为已经在手机成像领域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与口碑，三月份来临之前，更多泄露已经指向华为下一代 P40 系列相机的摄影能力，并且也有消息称他们拥有其极其强大的成像技术。首先，现在更准确的消息已经指出华为 P40 拥有后置三摄，并且在最近爆料的图像还显示一条来自 P40 生产线上的镜头金属框架部件，部件显示有三个镜头开孔，确定了 P40 使用后置垂直排列的三摄。它的设计方案看起来与荣耀 V30 很相似，但是我们猜测它的摄影能力会更强于荣耀 V30。现在光以看到的泄露金属相机框架并不能说明什么，但华为一定会为它使用徕卡的光学元件。而在华为 P40 Pro 身上则出现了后置五摄，这也是华为对手机摄影看重并且带来的新设计趋势。关于华为 P40 Pro 后置五摄设计，泄露显示它的设计方案是将全部镜头布置在一个矩形的模块内，里面当然还包括有徕卡 logo 以及还有闪光灯。总体来看，该矩形镜头模块设计很大也很抢眼，
位于机身背部左上角，其模块占据了整个机身背面的1/6区域。在镜头参数上，尽管每颗镜头的细节很少，但有传言称主镜头将是4800万或者是6400万像素的镜头，并且还是索尼2020年提供的顶级 IMX 系列的新传感器。第二颗镜头则负责超广角拍摄，拥有2000万像素，支持120度拍摄范围。第三颗为800万像素，是一颗长焦潜望式镜头。第四颗是一颗电影级镜头，以及第五颗为 TLF 镜头组成。关于华为新的潜望式镜头，此前天风国际分析师郭明慈在最新的报告中指出，华为 P40 Pro 将使用新设计的潜望式长焦镜头，它提供有800万像素，光圈为 f2.4， 视角为30度，并且还是华为首款拥有10倍光学变焦的镜头。相比上代 P30 Pro 的5倍光学变焦，它能实现更远距离清晰拍摄。现在 P40 和 P40 Pro 已经被爆料指出会配备65瓦的超级快充。所谓的新充电头，其最大输出功率为65瓦，并声称能够在10分钟内充电0%至71%。虽然新的 P40 系列会支持65瓦的超级快充，但它并非是专门为智能手机量身定做的。新的65瓦超级快充据说会发布在华为 Mate X2 代折叠手机上。如果 P40 系列想使用该充电头，则需要单独购买，同时还有一根1米长的 Type-C 数据线。而附随标配的65瓦充电头则由华为 Mate X2 代折叠手机中有。从去年，华为已经发布了40瓦超级快充，今年会升级到65瓦。尽管充电输出功率增大，但新型的65瓦超级快充充电头体积更小，重量也大大降低。另外，华为 P40 系列的无线充电功率也有所突破，为35瓦，并且我们还能够看到它支持反向无线充电。关于电池方面，在上月开始，华为 P40 Pro 还曝光称，提供具有电池容量为5500毫安，并且还使用了石墨烯为材料制造，最终这样可以制造出体积更小的物理电池。但这个传闻现在已经证实虚假而被扼杀。现在我们更认为，虽然没有石墨烯电池，但相信华为在 P40 系列至少会提供5000毫安的电池容量。按照以往惯例，华为在续航上表现的优异，如今它仍然会带来超强的续航表现。通过华为 P40 Pro 的卫射手机壳和钢化膜，可以更准确地证实该产品的设计最终模样。来自上月底由泄露来的手机壳可见到，华为 P40 Pro 机身背部拥有矩阵摄像头模块，右侧则为它的音量调节键和电源键，扬声器则机身的底部。USB Type-C 充电接口位于机身的底端居住位置，而且还取消了3.5毫米耳机插孔。同位线发射器在金属中框顶部。另外，在2019年12月底，我们还看到 P40 Pro 泄露的钢化膜也出现了，图像清晰可见，该钢化膜在上下左右四侧都有设计一定的弯曲弧度，这也证实了以上描述的该新品就有可能采用了四曲面设计。最后，关于发布时间，根据余承东此前的声明，华为 P40、P40 Pro 将于2020年3月在法国发布。P40 系列将带来史无前例的设计，以及在相机的图像质量、处理器的性能和电池寿命方面带来进步。这些是华为公司旗舰产品的一些亮点。尽管性能并没有提升，但预计华为 P40 和 P40 Pro 将随麒麟990 5G 芯片一起发布。而麒麟1000芯片会在下半年3季度与 Mate40 系列一同发布。此外，余承东还表示，华为 P40 系列将在欧洲率先开启销售，并且 P40 系列将继续使用基于安卓10的 EMU 操作系统发布，但不提供谷歌服务套件。至于大家关心的华为内部操作系统 HarmonyOS， 目前没有可能会出现在华为手机上。
华为还是重生了继续使用安卓系统在华为手机上，但从2020年开始 HarmonyOS 计划在更多的智能设备中出现，包括智能电视、手表、扬声器、汽车导航中等。售价上预计华为 P40 系列最低重塑规格为 128GB 版本的 P40 为4-5000人民币起售， P40 Pro 128GB 版本售价在5000-6000元人民币起。他们最大提供 1TB 的机身存储选择，同时2020年华为新品出货量约为9000万部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这么多，欢迎关注、点赞和留言互动，下期内容我们再见。